是我的国家，台湾是我的厝，我一定用咱的实力确保和平，把咱的国防军备自我防卫能力提升，过咱台湾奠定。我嘛要对我好好交流，大家增进来理解，互相重启两岸的对话交流，啊，两岸会当稳定的啦。每一双紧握的手，每一双炙热的眼，代表了什么？代表大家人心思变，希望政党轮替，对不对？再强调一次，侯友宜市长是我的老大，是我的老板，是我心目中的扫黑英雄。我们一定让这个两句话反过来，国民党能够重新执政，我们一定让大官辛苦，人民快乐，好不好？太动人了，各位大家非常了不起，我非常感动，谢谢大家。只要用心来打拼，一定就成。